我的功夫可都是你教的。少吹牛，万事小心。我希望他能快点跟上来。阁下既然来了，不妨现身一见。如此藏头露尾，是非君子所为。如果我没猜错，琉璃山上也是你们的人吧？看来还真是一伙的，都只会些下三滥的手段。只可惜他技不如人。杀了他，是他先动的手。他不是我杀的，只不过我不杀博人，博人却因我而死。什么意思？你身手不错，可惜跟错了主子。此去前路凶险，点击日常前往晋升吧。此去前路凶险，点击日常前往晋升吧。这里进入商城。公子现在有不少功勋，正好能购买一件时装图纸。广储局日间送来了时装材料。公子，叫我失望。